是林轩二宗的讯号，他们已经攻占外城了。老祖，我们可以全力反攻了。时机未到，此刻玄息宗根基之力还未尽出。 二位始祖即刻便知，玄息境还在与我们拖延。眼下我们只要不让藏儿再陷入险境，一切就都是可控的。啊！三壮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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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别担心，爹爹不会再有事了。玄息圣灵，听从无令，命至绝境。 令至随行。 国王已布，玄息老祖出手了。 情况不对，大家快离开这片区域！那是何物？ 动用底蕴了，快回城！大家快走！那到底是？
现在离开他的攻击范围。藏儿，快走！这么容易就想走？给我起！两位老总，小心！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此乃地狱之战，尔等退开吧。请灵犀至宝，天角剑。炼灵十次果然无以伦比，之前还是低估了灵犀的底蕴，好在有藏儿在一天，灵血二宗就不会成为敌人。炼灵十次就能斩杀一宗底蕴，那炼灵百次岂不是能够开天辟地？有龟文锅在手，我炼灵百次绝不是梦。九炮、大师兄，侯师兄，我们一路清扫西面战场，终于和你会合了。太好了，有了你们的增援助战，定能更快攻下熊城。铁蛋，你要干什么？
修为这精华万年难遇，若这块是真的，那以铁蛋日前的修为得到后，定能一举突破更高的境界。铁蛋儿从未有过如此兴奋异常的举动。等等，这气室内有诡异之兆。东西有问题，铁蛋儿，快回来！铁蛋儿，为时已晚。至宝出，天宫锁。宗门几百年灵气才凝此一剑，今日必死无疑。上当了，白小纯，我真正要杀的是你。就知道白小纯对这崽子感情深厚，若非以此兽作饵，我又怎能在你们两宗老祖的保护之下将其击杀？这分明是计中计，如此范围的爆炸，想让小纯他们避无可避。老夫来迟一步，算计至此，我凌血二宗的怒火可能承受。灵阳黑雾，胆敢谋害我宗血主，我就要你整个玄息陪葬。请我宗底蕴血息夜熬。Hehehehe